好，头里不舒服啊，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沸点啊，但那个平平的啊，一个沸点啊，在富士山上面转，富士山上面那个原来有雪，现在那个雪都很少了，都融化掉了啊，都融化掉了啊，被那个下面那个里边的高温高热，里边高温高热。高温高热啊，里边的高温高热啊，那富士山里边的高温高热啊，富士山里边高温高热啊，然后那个沸点过来给它那个转的时候给它，散热啊，给它散热啊，给它散热啊，给它散热，给它散热啊，给它散热，啊，里边太热了以后把那个外面的雪都融化掉了啊，然后沸点再过来给它散热啊，因为刚才我约定了那个想办法3个月。想办法这3个月之内不要让它爆发啊，不要让它爆发，让它3个月之内火山不要让它爆发啊，不要让富士山爆发，然后赶紧通知了人家去把那个周边那个那个硅呀赶紧那个挖矿啊，这样浓度降低，让浓度降低下来啊，让浓度降低下来啊，让浓度降低下来，让浓度降低下来以后啊，这样。这样你的压力就会降下来了啊！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我赶紧再去做。哎呀，这个事情，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。